就是我们的校园。你看那松树多大呀、啊！你们看，多好看呀、啊！它的枝全部向四周发展。这里就是我们的乒乓球室，我们经常在这里打乒乓球。这里就是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搞的一些活动。这是我们的操场，我们在这里踢足球，好多好多，有时候是打篮球、踢足球什么什么等等。这个就是，那个万国教我们的一种游戏，我们经常在这里跳。那边远远的那一栋房子就是厕所。这棵树就是很早就生长的，这棵树好大啊，好高啊。